之前我哋教过讲攞手机个姿势啦，颈椎嚟讲咧，首先咧，我哋要纠正寒背呢个姿势先啦。点样？点解我哋寒背咧？就因为而家大部分嘅人一坐低咧，就系咁样，耷咗个人成个龟仔咁样。咁所以咧，你变相咧，你个背肌会变得好弱，你个胸肌会好紧，你啲前颈椎又会好紧，后颈椎好弱嘅。咁所以我哋要挺直嘅时候咧，我要打翻开个胸腔，首先你要强化翻个背肌，我哋要多啲咧做一个夹背肌嘅动作咧，我哋要做下呢、這、一个，系啦，利用嗰个肩胛骨向后夹嘅，唔使攞嘢嘅，唔使攞嘢嘅，呢、這个通常我哋打圈转你就系用力嗰啲咁嘅嘢噶，有少你要 feel 到有少少力喺个背肌嗰、那个夹住咯，夹实，系啦啊，咁我哋咧。首先咧就係、一個斯文嘅翹法 ，OK？ 斯文嘅翹法嘅時候咧，你搭咗只腳上去，你就將翹住嗰只相反嗰隻手，你就壓住嗰個膝頭哥嗰個位置，個身盡量扭向同一邊，係啦，咁你就會拉到條腰啦。腰側係啦，點解扯咗左邊都有拉住嘅？係啦，扯咗左邊啱嘅。咁啊，當你翹住隻左腳嘅時候，你咪調翻轉咯。好熟女喎，又呢個姿勢啊！咁呢個咧係一個即係斯文啲嘅翹法，粗魯啲嘅翹法咧就翹個四字腳，翹個四字腳，手踭壓住個膝頭哥又係。你其實你壓落去嗰下咧，如果你個膝頭哥壓得夠低嘅話，你已經感覺到個大髀 pat pat 位有少少扯㗎啦。OK， 係啦，咁我哋咧。已經 feel 到少少扯嘅時候咧，個身再向前壓多少少，你就覺得個拉扯感覺再強烈一啲嘅。係啦，咁又係 hold 住十五秒。痛其實係會有啲痛。咁所以就好啱咧。要放鬆㗎，係咪？其實拉嚟放鬆嘅，因為一痛咧就會崩緊。好自然崩緊，但係你盡量深呼吸嘅時候咧，你會放鬆翻嘅，幫助。出汗添喎。是啊，會有滴汗的，有很多人拉筋拉到滴曬汗是正常的，這個對的。Okay。 是的，那我們就拉完了腳拉完腳拉又是，那這些是很適合就是天天上班坐在這裡，日坐夜坐的人做。這邊鬆一點。那我就會通常叫一些病人設個 timer 在抬頭，半個鐘左右你就好做一下這些。那個頭怎麼耷下去還是直的？那個頭不用的，其實是整個身，借個身壓下去。